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！那个地主队果然不同凡响哦，我很喜欢他们的那个演奏出来的那个声音的音质哦。来，在场是这一群乐器队家长的，请举手，谢谢你们！对，谢谢你们愿意让孩子们一起学习这个东西，很不简单，因为要跟大家一起合作，然后他又不是一个。一个塑像型的啊，就比如说跳舞，马上就。